确实装备。如果单 DK 行的话，我们以后就单 DK 打啊，倒数。你要再卡就告诉我，我帮你去。刚去一，霸主在做瞎了吗？在一道，在一道，小霸主。单独把这个吹过去，单独把那个骷髅吹一下。好的好的，打 boss 啊，这波聚的很好，就打 boss， 想过 boss 的，想过 boss 不打 boss。 目标改变，一杠一直接拉，一杠二三二一拉，注意讲一杠三三二一拉，单单去四，之前一八二，之前一八二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单单去四，不能拉了。嗯，没问题，挺好的。层数过高，让你准备找 buff。二者在三道，哎，什么屁？我断了呀！不是你烙印没进啊？beam， 刷 beam， 刷 beam， 哎，三个对吧？让一个弹幕抢到了恐惧。注意脚下。大单去一，大单去一，大单去一，打 boss 啊！有小怪聚的很好的就要打 boss， 想过 boss 的就要打 boss， 不想过 boss 的就去毛小怪。聚的越好越要打 boss 啊！你看，这本体越打越好，说明大家都熟练了。跳舞准备，去三，去三，顺序是三一四二四，下把是一，走一，一结束之四要有全备，四结束回二，二结束回四。先把 Lisa 起来，层数过高，注意脚下。不能去四，去四，去四，去四。哎，准备霸主。这波我留燃烧给霸主，为了万打本体。再一四道，再四道。哎哎，我的群本，我的那个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No no no。先打 bug， 先打 bug。因为我的冰环放习惯了，忘记打 boss 啊，打 boss。大单区三，刚好就在脚下，不错位置。这个王者有个链子，二链。二链子，把小怪把小怪打一下吧，聚的不是很好。我的我的冰环这边，二杠一。二杠一三。二杠二三二一拉，二杠三三二一拉。好的，慢慢抬啊，没倒退，没有血腥压力，慢慢抬。注意脚下。大单去一，去一，大单去一。霸主，大团找霸主，霸主在三道，霸主在三道。三链子准备啊？我捞影啊。我刚一我直接拉了，三杠二三二一拉。注意脚下。太险，大团去三。还有一个链子啊，还有一个链子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着急，他弄完会回去的，弄完回去拉。
OK， 炸完回去了，时间足够有。别拉，别拉，别拉。不错啊，血不错 ，boss 血不错。现在我们任务是活下来，把小怪处理掉，然后活下来 ，boss 就死了。大团去四，大团去四，大团去四。一或者二啊，四一群奔，一血四一四二四，一结束回四，四结束去二 ，OK， 二结束去四，保国在线吗？去四啊，去四，然后看锤地还是链子，看什么技能是链子啊，保国去四杠一，四杠一，四杠二，三二一拉。大团去一，大团去方块。四杠二，大团去方块。四杠三，等一下，大团去方块。四杠二，你有时间可以直接拉。四杠二可以直接拉。可以拉，可以拉，来。让副三光起来，这波要处理的，这波要处理的，在四档，在四档，在四档，这里打断，在四档。先过来处理这个，这波要处理的，先过来处理这个。五连的十秒。非常好，大团去死二，去二，非常好，舒克的打断非常好。这个完了是五链子啊，嗯，五链子唐红什么什么个人减伤，哎，五链子五杠一，五杠一，五杠二三二，五杠三三二一拉，好，战斧舒克没有战斧，打 boss 打 boss 打 boss。注意脚下，打 boss 打 boss 打 boss， 大团去三，大团去三，下一波是三个羊加一个冰冻陷阱，大团去三，打 boss 打 boss， 浪印远离人群就行了，霸主也不管，打 boss， 哎呀，终于快了这个 boss， 哎呀，终于打进七分钟了。